文文，哎，你晚上吃点什么？我给你做。我不吃了。你真不吃了？真不吃，阿姨呢？我妈在外面锻炼身体呢。我正在看手机，刚刚做美食，怎么着跟阿姨做了？是吗？嗯。我妈早晚就吃粥就行了，那我倒去给那个弄粥去了。那我一起学怎么做的？不用了，你坐着待着吧。去吧。那行吧，那走。嗯、文文，嗯，你做还是我教你做？我学做吧。你学做，那、嗯、那你先带给维去。嗯。拿这个盆儿，对。这是棒面，嗯，快一个一碗，一再来一点，对，把它倒一点水，对，把它搅开。文文，你看现在水开了，就把这棒面倒这锅里，对，倒锅里。现在就是开锅了，慢点，小心烫手，然后再关一小小火，慢慢的咕嘟咕嘟，对，嗯，开饭喽，我去拿围裙啊。慢点啊、哦！我来吧，我来吧，我来吧，你甭管了，我来吧。我来。不用，不用，不用，不用。我来，我来，我来。不用，不用，不用。哎、我学的，我会呀、啊，我学会呀、啊。你是？你好好的，你好好休息休息吧啊、哦。没事，我学会了，跟阿姨。你不嫌累是吧？嗯，不累。来，这个阿姨。嗯。往里推点儿。嗯，你吃，来。妈，慢点啊、哦。大嫂啊。啊。那是我的，跟阿姨洗吧。不用不用不用，你是客人，怎么让你苍蝇洗澡呢？我跟她洗方便一点吧。没没事。还是女生方便一点。她是我妈，没事的，你去走走、哎。我给你分担一点，我还是跟阿姨洗，你过去吧，我跟阿姨洗。我没事的，你休息休息，洗完了。阿姨穿鞋去。我跟他洗衣服，不用不用，你别这样好不好啊？你越这样我心里越难受。没事，我跟他洗，你把海哥穿上啊。行行，你不用不用，等会我先穿海啊。嗯，行，我跟他洗衣服啊。慢点慢点吧啊。慢点。把鞋哥穿上啊。行，我穿吧，你甭管了啊。文文不用洗，我自己。自己能洗，你过去吧。我自己能洗。哎。